和创作。既然创作者已经来了，原唱也已经来了，我们怎么能够轻易地放过他们呢？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各位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现场的版本。我们不仅能够听到好听的芒种，而且这一次的表演还会有两大舞团助阵，他们分别是步奇舞团以及全盛舞团，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舞团跟芒种一起来合作，究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各位，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欢迎赵方静和步奇舞团以及全盛舞团带来歌舞的表演，芒种有请。一想到你我就狂欢别梦酒，烧纸只会埋杨柳，谢谢各位。哇，真的是现场唱得好稳啊，然后两个舞团一边美一边炸的一个感觉啊，真的。而且芒种这个歌好像真的有魔力，就怎么样他都能够合作，好像能创造出无限的一个可能性。期待下次赵方静能给我们唱一个鬼畜的版本哈，到时候再来感受一下。好了。